没用，妈妈已经看好要搬新厝的时间啊，咱就要有家己的新厝，你敢有欢喜？啊，不过迄天是你的毕业典礼，咱袂当参加哦。是安怎表演？我练足久的，老师嘛讲会好啊，咧背。迄天爸爸妈妈拢会足无闲的，我无法度带你去啦。你乖乖听话，莫给爸爸妈妈添麻烦，好不？我啦，我一直要去，一直要去。我啦，我一直要去，不要听那话啦。即天虽然开工伫厝，嘛是明艳的表演嘞。我啦，我一直要去表演啦。莫吵！哎，乖哈，啊，你听爸爸讲啦，爸爸甲妈妈哦，有尽量想要选别工啊，啊，不过实在是无法度啦。所以哦，你就乖哈，听话好不好？啊，啊，妈妈会帮你甲老师讲，好不好？老师讲，我要生我毕业礼物。你的礼物，我甲老师讲，咱再去摕。我心酸嘞，我心酸。心酸哦，安尼啦，入厝迄天哦，会有足侪足侪人。阿姨讲哦，咱就穿新衫，啊，穿水水，好大家看，好吗？啊！好啊，莫搁哭啊！爸爸妈妈甲你回信嘞啦，哦。好啦，好啦，好啦，啊，乖啦。欧巴。